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各注第777页啊，我们从末后这个最后第二行看起，从这一段看起，就是念佛三昧宝王论啊，这上面所说的这一段，前面是引用《无量寿经宗要》，引用鸠摩罗什大师的比喻，最重要的是说明无逆是我造极重的罪业，临终不迷惑，头脑很清楚，遇到善知识劝导你断恶修善，改邪为正，身念意念都能往生，这也是经宗难信之法了。啊，为什么难信能信？后面这几句说得好了，念佛这个念心纯固，也得往生啊，就是乃至一念，一念呢，这个念心纯坚固，纯是不夹杂，固是坚固，不为外面境界影响，他能往生啊。这一段要是搞清楚搞明白，多少学佛做错事情的人明白了知道了，只要肯回头，极乐世界依旧有份呐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原因呢？这什么讲出来了？盖以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，是故无逆是我。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，
这几句话太重要了。啊，多少人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，有意无意造极重的罪业，这种人有没有？有，很多，不少啊！啊，那他怎么办？有没有救？有救。这个地方的经文就有救，离世都说得很圆满。啊，就是这个一念心，这个一念心是临终时候的一念，是最难得最难得。啊，平常改不了，临终的时候能改掉吗？诸位想想，这多难的事情！这什么人？啊，老修的同修应该都知道，经上讲的，凡是这一生能往生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在念佛法门里头种了善根了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，这也是又遇到了的人生遇佛法，这是机缘呢，这个缘分成就了啊，得到无量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保佑啊，加持你，让你在临终啊一下醒悟过来，不迷惑了，以真诚心彻底放下这个世界，没有留念的，没有牵挂了，夜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愿生净土，他就能生。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要把过去无量劫的修行都要算进来，这就不稀奇了。啊，一般所讲善根深厚，这个善根怎么算？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，啊，多少生的修行没去得了，这一生碰到了。碰到了依旧造作重业，但是你有信心啊，全用在临命终时这一念啊，真心切愿，这四个字偶业大师告诉我们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，真正相信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界，社会动乱，人心不善啊，造作恶业的人多，真想用功的人障缘很多，诱惑很多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那就随业流转，
没法子啊。如果能够忍受，能够忍受是般若的力量，是智慧啊。般若是什么？看到所有境界都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昨天晚上有同修放了一小段的电影给我看，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量子力学全息照片。我第一次看到啊，我看懂了，我看明白了。明白了什么呢？明白佛教经典伟大，真能解决问题。量子能不能解决问题？不能解决。解决问题里头又延伸出问题来啊，像环一样，一个套一个，一个套一个，这让我们体会到佛陀的伟大啊。佛陀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？放下问题解决了，他没放下，他还要一个套一个，一个套一个，永远套不完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阿赖耶里面的巴西，这在今天是高等科学。那从哪里来的？还是从心想生。这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他没离开心想。啊，那么这些虚妄的幻象，幻象里面说明一桩事情，整个宇宙跟自己念头是一体。他们还没体会到这一点啊，逐渐逐渐了解整个宇宙不是个个独立的，是有关联的，是有互相影响的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宇宙是一体啊。佛法里说的好啊，说的清楚啊，文字也不多啊，妙极了啊！用什么方法？放下就是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！不但外头境界相要放下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千千万万要记住，时时刻刻要记住啊，心有所动摇的时候把它回味一下就平静了。那就是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秒钟2240兆的生命。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如是啊。一秒钟2240兆，单位是兆啊。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个兆
台湾跟大陆算法不一样，大陆上一兆等于一百万，一百万加一兆，台湾是不是的？台湾算法是一万亿，这差别太大，一万亿，一兆等于一万亿。你说一百万行，你说一万亿也行。为什么行？因为它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只要你有这个概念就可以。啊，2240兆一秒钟。啊，在这种高频率波动之下，我们没有感觉。我常给同学们说，我们用电影的底片、影片、幻灯片啊，老式的电影是动画原理组成的啊，放映机的镜头打开，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，把它关起来，换第二张镜头再开，是第二张，不是第一张。那一张它在荧幕上时间多长？是24分之1秒。这很好懂，不难明了啊，是24分之1秒。也就是一秒钟在荧光幕上啊暴露的是24张底片，一片一片的换。啊，我们看到是连续的这个这种动画画，看到好像是它真的有像真事情一样。啊，那么电视发明之后，早年是黑白电视，现在年轻一点同学没见过啊，50年前的电视是黑白电视，一秒钟50张，就不容易看出来了。现在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。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的荧幕，它的寿命多长？1/1秒。是真的是假的？假的。1/1秒啊。如果电视这个画面给你看，看一张1/1秒的，你看的什么？连一道闪光都没看到。24分之1秒可以看到一道闪光，闪光里面什么东西看不见？没看见，没有了。24分之1秒，现在1/1秒，你眼睛睁得再大，连闪光都没看到。那么事实的真相，佛告诉我们，一秒钟多少张画面呢？多少个画面？2240兆。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呢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的这句话，你就真懂得了，真明白了。这一句是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
无论是物质画面、精神上的念头、起心动念念头，念头也是一样，也是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。不是真的，别当真就没事啊。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现我们的身相，跟我们在一起讲经教学，他的频率跟我们的频率一样高啊，没两样啊。不一样的什么？他们没在意，没在意，没有意识啊，就是说什么？他们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我用没在意这一句话说，那我们怎么是？我们跟他怎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在意，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好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只要在这个虚幻的境界里头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于是又一个现象出来了。这个东西与量子力学就有关系。量子力现在还没做这个说明，还差一等级，再提升对于假的虚妄现妄幻象，它就会有概念。啊，至少可以到个阿罗汉的境界吧。到佛的境界很难，到阿罗汉的境界也就不简单了，能超越轮回。不执着了，阿罗汉不执着，有分别，有起心，有动念，所以他脱离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是分别心没有了，才能出十法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阿罗汉、辟支佛都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个东西，我们要真干了，才得受用。啊，我们学佛、念佛不能往生，还要继续搞轮回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当真，你把它当真。你不知道它是假象，假到什么程度？要记住，一秒钟，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。问问，哪一个念头是你？念头产生物质现象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物质。物质的宇宙存在的时间也是一秒钟2240兆。哪一个现象是你能掌控的？不可能嘛。把这假东西当真的，随佛教的迷了，这就是迷。啊，怎么迷的？你一出生下来就迷了，你要不迷，你不会到来投胎。你来投胎的时候已经就迷了。啊，但是还好，你是起心动念。
你还没有分别之处，是叫天真呢、啊。啊，慢慢在这个世界上住上个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被环境染污了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你就有分别了。有喜欢看的，喜欢听的；有不喜欢看的，不喜欢听。啊，喜欢听的，越听越欢喜。不喜欢听的，越听越讨厌，执着起来了，动了烦恼了，喜怒哀乐是烦恼啊，七情五欲是烦恼啊，这个麻烦就大了，对吗？这叫轮回，轮回心，轮回相。掉到轮回就出不来了，要想出来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，遇到佛法，不是佛法出不来，科学知道这个现象不能超越，啊，要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除了佛法没有第二个法门。啊，为什么？只有佛法，它有个巧妙的法子帮助我们。这个巧妙方法就是戒定慧。用严格的戒律叫我们遵守，让我们脱离世间的情执。啊，脱离放下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，你才能够觉悟，小智慧现前。小智慧就是辨别轮回是苦，轮回是假的，你就肯把它放下，放下就超越。出六道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净宗是方便当中第一方便，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自己了生死出三界，自己真的没这个能力。为什么？迷得太深了，无量劫到今天，这习气多深多重，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就能解脱啊？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幸，自己要庆幸遇到了净宗法门，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不得了啊，太幸运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汇集本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我们听了之后能听懂，能感动，能生欢喜心，决心
把八万四千法门放下，专修信愿之名。往生净土啊！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慈悲，开了这么一个学校，戒引我们这批人。弥陀经上讲条件，我们去做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戒引这一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众生，我们只要肯接受，真心切愿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就是因缘成熟的众生。不简单的，无量劫到今天成熟了，诸佛如来看到我都对我们恭喜，都来道贺，不容易。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一生决定往生。啊，这就是讲是暗合道妙啊，巧如无声啊，无声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生不灭了，无量寿啊，啊，很巧妙的你就进入无生，这多难得。啊，暗合道妙，八万四千法门走的是什么路？戒定慧。啊，我们这个定妙了，我们这就是一句佛号，万缘放下。这是暗合道妙啊！记住，极乐世界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可以放下了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要什么有什么，那个地方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随心所欲啊！无论是衣食住行，想什么他就现什么，真正是百分之百的心想事成，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带啊，到那里去是什么都现成的啊，居住的环境还随心满意，我想要住什么房子他就现什么房子，想要用什么家具就现什么家具，不要自己操一点心。那不喜欢呢，想换一个马上就换了，不要自己动手。你要不要去啊？要去，这一段经文可重要了啊，所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遇到这些事情想到到极乐世界多好啊，一切如意，没有一桩不如意的事情。极乐世界不如意的事情一个找不到啊，一切时一切处无不称心满意
所以纵然我们造了，无力是我，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！临终念佛，乃至一念也得往生。啊，那我们感恩佛菩萨，感恩阿弥陀佛。我们不要等待最后一年，我们现在就念。啊，现在就抓紧这句佛号，时时刻刻静念相续，其他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，不再念了。啊，一心一意求佛来接引，时候到了，佛决定来接引。啊，不要为这个世间操一点心。包括自己生病，要不要看医生？不要啊，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！阿弥陀佛还要表法，那病就好了，佛力加持，不要我表法了，他就带我走了。你看这都是谁啊？可靠吗？可靠。例子太多，就在眼前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的《永世集》出版了，流通很多。诸位看到那是例子，你看他自己，你看他师弟海庆，你看他的妈妈。86岁自在往生，啊，这个世间有没有是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毫无牵挂，我跟诸位讲过多次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，我们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，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！我说什么呢？衣服穿在身上是自己，没有穿在身上不是自己，别去想它。房子，我住在这个房子里头，这房子就是我自己的，我除了房门之外，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没有牵挂了。牵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等佛来接我。啊，你要牵挂钱财，你身上口袋里有的那就是你的，啊，不在口袋，在银行，在你家里抽屉里，不是你的。别操心，别牵挂，啊，真正把牵挂忧虑统统放下了，啊，没有我，没有我所有的，有我，有我所有。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。极乐世界完全收流浪汉，有家有职有财产的阿弥陀佛不动他，不带他去。啊，他去不了。啊，他收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全是流浪汉，都丢干净了。这世界没有丝毫牵挂了，他带这些人走。
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所以这后头一句说得好，正贤弥陀本愿不可思议，戒烟往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果啊，即在于此啊！啊，无界思维是他的功夫成就了，圆满了。那么这底下这几句话，无逆守我，临终之际，地狱相现，众火居至，而能以称名故，顿立往火，如理业现，一切理故，众罪消灭，即生即落，顿三不退。这个里头有一句不好懂，就是若离现，什么是离现？断见思烦恼是四业心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是离业心。啊，顿立忘乎，容易懂。啊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入理业心比较难懂，真正把妄火离开了，无始无明放下了，就入理业心。这个妄火是什么呢？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或是迷惑，就是被这些事件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迷惑了。这些东西在佛来接引的时候一下放下了，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心是离业心，确实不可思议啊！佛来接引的时候，如果是事业心，生方便土；如果是理业心，生十报土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断，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没断，这叫待业往生，生同居土啊，极乐世界同居净土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同居秽土，不一样，这总得要搞清楚啊！入理业心的人肯定是在教理上下的功夫深，
啊，教理讲什么？讲事实真相。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事实真相，你在这个地球上住，住了这么多年了，苦不苦？苦受够了，真相还没搞清楚。为什么？真搞清楚了，你就肯放下了。真相，佛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地球上所住的人都是有生有死，生灭法。啊，动物有生有死，植物也有生有灭，生住异灭。啊，矿物有成住坏空。啊，星球现在我们晓得，早晚有一天会大爆炸，星球解体，它在太空当中运行也是有其时间的。星球有成住坏空，没有一样不是假的，不能当真。啊，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，没死之前什么也带不去啊！你能带走吗？你带不走啊！总得叫你看破啊，这个世界看清楚了，不再迷惑了，彻底放下了。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这就是离心。啊，我没办法做得不起心不动念，但是我今天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极乐世界。除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这两句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现在就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你无时界造作那些罪业都消了。啊，罪业消了，善业也消了。为什么？善恶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你要是当真，当真的是恶业堕三恶道，善业上三善道，这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，全是靠念头。念头实际上了不可得啊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，哪一个生灭是你的念头？哪个生灭不是你的念头？要说是，全是；要说不是，全不是。搞清楚，搞明白，不再大妄想，不再起念头了，只许可起念佛的心，动往生的念头。这叫修静业，这叫入弥陀愿海，跟弥陀48愿相应了。
将来决定往生，往生有份啊。所以重罪消灭，实在讲罪福都消灭了，等三不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你生哪一途，都是等三不退，极乐不可思议啊！三不退，位不退，阿罗汉位不退。啊，这三种不退转谁证？法身菩萨证的。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法身菩萨念不退，统统证得。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平等世界，里头有没有三杯酒品？有，讲得很清楚。虽然是三杯酒品，但是升到极乐世界平等待遇，就是三不退，平等待遇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化身菩萨享受的待遇一样。他方世界没有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就这一家了，这一生被我们撞到了。我们要感到庆幸，要感到无量的欢喜，要紧紧抓住不放啊！我决定就是啊，下头有一句话说：“我舍弃娑婆，对娑婆不能有丝毫留念，有丝毫留念就去不了。”什么时候放下？现在就放下，你才能得大自在。你放不下，你的净土上有障碍。啊，虽然遇到了，未必能往生。遇到人多，往生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原因是什么？这一段经文没念过，不知道啊。说若非方便种植，究竟方便，究竟是方便到极处了，再没有比这个方便了。圆顿中，圆是圆满，没有欠缺，顿是快速，没有比这更快的了。最极圆顿，何能证此？啊，怎么能到这种境界？啊，今净土法门能令恶劣反复，暗其一心，是故弥陀号为愿王，成不虚。这几句话多重要！啊，下面又去道卓大师的安乐集，道卓
实在讲，是我们净宗第三代祖师谭鸾是二祖，道周是三祖，咱们要把他的位置补上去。他的安乐经上也说，生念往生，如为一心，我也为重啊。以下品人，生念至善，以为亲者。啊，一心这一生，一生造的恶业重啊。下品人，生念这个善亲呢，这与轻重不一样啊，怎么能成就？说今当以义较量啊，大师给我们做个比较，轻重之义啊，证明在心，在缘，在决定。这一段讲得好，啊，不在实践究竟多少也。这一句话说得好，让我们的心定下来了。啊，云何在心？为别人遭罪时，是一直虚妄颠倒心神。寡妇说得很清楚，一直是妄心而生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造着罪业的心，不是真心。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心是清净心，真心没有念头啊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把真心变成妄心。谁造业？起心动念那个心造业，那造业心是妄心，假的。不造业的是真心啊。啊，这个就像自心，你看，业是依妄心而生。那么这个生念呢，是依善知识方便安慰，闻实相发生真心啊。念这十句阿弥陀佛，发个愿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造业的那个业造的再重，是妄心造的。念佛虽然只念了十句阿弥陀佛，真心念。邪不生正，妄比不上正，这个要记住，要知道，要相信。你看闻实相法，依实相而生，实相就是真心啊！你看，一实一虚，其德相比，这不能相比啊，功德不一样啊。此生念者，啊，下面提了个问题，何者？为什么？举一个例子说，譬如千年暗室，这个房间没有窗户，没有灯光，黑暗了一千年了，千年暗室，点上一盏灯，光若战之，即便明朗，岂可得也？暗在世千岁，
而不取也。这个例子容易懂啊，千年暗示，一盏灯就照亮了，暗就去掉了。用这个暗，比喻造罪业；用这个光，比喻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先前，罪业就消了，暗就去了。是故，一日摩尼宝经有几句话说，佛告迦舍菩萨，众生虽福数千居亿万劫，在爱欲中为罪所缚，若闻佛经一凡念善，罪即消尽也。这个话我们要记住，常常放在心上，这都是用心不一样。我造作罪业是迷惑颠倒的心，极不善的念头。我今天念佛是用真清净平等心，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我用这个心来念佛，极善。那虽然我念得很少，我一天只念几句，是那个人早晚做功课，早晨神念，晚上神念，这神念是真心。你24小时干的是妄心，妄不能胜过真。真心的力量超过妄心，这个道理要懂，你自己信心就生出来了，要不然自己老是提心吊胆啊，总是想到造的罪业太重了，恐怕不能往生，这是障碍。啊，所以这个闻佛经，凡念善，现在佛教衰了，为什么衰？讲经的人太少了。你不明白经上所讲这个道理，你不知道回头，你总是怀疑啊，自己想想没有把握，常常带着恐惧怀疑，这个不能往生啊。如果你经听得多，读得多，都能明白明了了，没有怀疑啊，读经用真心，念佛用真心，忏悔用真心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就不难了。啊，一凡念善，罪即消尽。消尽，消完了，生命在心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消不完呢？念的时候是真的，真心。诵经念佛完了之后，妄心又起作用了。
麻烦在这里，功夫也在这里。我今年完之后，我这个真心能保持多久？能不能保持一个小时？能不能保持一个上午？能不能保持一天？如果有能力保持一上午，保持一天，他就能往生。只怕是刚刚佛经念完，佛号念完了，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马上发脾气，那叫火烧功德林。念佛诵经白念了，那如何诵经念佛之后保持一个清净心？好啊，诵完经之后念佛绕佛，用清净心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妄想杂念都放下，这好啊，这先明白了善恶的能量在心。第二呢，云何在云？这跟我们讲云，为别人造罪时，自意志妄想，以烦恼果报众生生了。啊，这是一个人造的罪业，起不善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，不善的。啊，这是什么心？烦恼众生心呢？啊，妄想。以烦恼果报众生生，这个烦恼你看它不如意生烦恼啊，不喜欢它啊，再回过头来再看第二个，你喜欢它，你爱它，通通都叫烦恼。七情五欲啊，外面环境是把你七情五欲引起来，这都叫烦恼。为什么？真心不见了啊，真心里头有什么？真心里面有智慧、慈悲、有无与伦比的能量，真心的。学佛的人希望二六时中从早到晚保持正念，保持真心。真心就是我们这个经题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觉而不迷，觉是智慧啊，清净平等，清净是戒律，平等是定，戒定慧也，觉是慧也啊，是戒定慧在起作用啊。
这是佛菩萨的心，不生烦恼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完全脱离七情五欲。要在这上练功夫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真心是无量智慧，无量慈悲。它跟妄心不一样，是妄心后面有后遗症，它念念不忘。阿赖耶里面有档案，真心，真心是无条件爱心啊，真诚的爱心，没有条件，没有欲望啊，做完了之后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也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处世待人接物，事情做完之后还是清净平等觉啊，没有在清净平等觉里加一点东西。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，我今天念了多少部经，念了多少声佛号，这不行。这清净平等就是不能加东西啊，所以是坐而无坐，坐了没坐了，无坐是什么？阿赖耶里头不落影响，这叫无坐啊。凡夫阿赖耶做主，妄心做主，菩萨真心觉真心做主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染污啊！我们只要心里面还有这个事情，记住了，这就是杂念。这就是染污啊！真心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上有染污，就是妄心。啊，所以菩萨教我们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遇到缘，该我们做的努力去做，做了之后干干净净，不放在心上，叫无坐。啊，坐跟无坐同时，这菩萨，这不是凡人啊，天人都做不到。天人行善，阿赖耶是乐善种子啊，只有菩萨不乐种子，转舍成智，转第六意识清净，转第七摩那平等啊，转第八成为智慧大圆净智。我们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做完之后心里什么念头？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，这就是净土宗的殊胜。啊，就是净土宗的成就。啊，我们看云何在云，这个人造罪的时候是一直妄想，以烦恼果报众生
而生的。说坚持生念，这生念念佛，一直无上信心。阿弥陀佛，如来，真实清净，无量功德名号而生。啊，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如来真实清净功德，他的功德能戒引诸佛刹土无量的罪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不一样啊。下面举个比喻说，譬如有人被毒箭射中，彻筋破骨，痛啊！啊，被毒箭射中了。啊，若闻灭除药，啊，若闻灭除药。苦声，这个苦的声音能够消灭人的这个毒箭之苦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听到这个苦声要箭出毒出啊，箭拔出来了，毒消了，岂可得也？鼻尖身独立，闻鼓音声，不能拔剑去渡也。这是比喻在缘，缘不同啊。阿弥陀佛这个音声，念佛的音声，就是除药鼓啊。啊，灭除药鼓声呐、啊！听到这个声音，毒就拔，剑就拔掉了，毒也消了。这叫在于这些话，希望大家都要记住，这个缘太殊胜，用真心，阿弥陀佛是增上缘。啊，能把我们阿赖耶识无始劫以来所含藏的恶业种子统统消除啊，所以古德有所谓呀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这话真话，不是比喻，不是夸大。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话，你真正老老实实念一生，这一生里头没有夹杂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念这一生阿弥陀佛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古人夸大之词啊，不是真的，那我们自己就错了。我们自己怎么念也消不了业障。啊，一念生念之缘，都如是。何况再加一点修行功夫。信心更深了。啊，第三呢，缘何在决定？第三，鄙人造罪时，自一直有后心，由见心生呢，坚持生念，亦无后心。
无见兴起，是为决定。决定我能不能往生，决定我功夫见不见效。所以人要有决定性，下定决心，必定往生净土啊，决定脱离六道轮回，要有决定性的啊，决定离苦得乐。因为人造罪是一直有后现，有见生。这个后有后心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灭心。我现在造了恶因，后来一定有恶报。我积了善，积了功德，将来一定有善报。啊，有见甚是因根果当中有见，有间隔，有现前有得果报的，有来世得果报的，有后世得果报的，不一定呢。啊，那我们念佛，念这个十念。我们一直无后生，无见生。为什么这个名号就是临终十念吧？十句一句一句接住，没有缺少，没有间断。这叫决定啊。念老在此地又用大智度论上的一段文为我们解释，智度论云：一切众生临终之时，奉到戒行，行是身体，死苦来彼，生大不悔。这是普通的现象啊！一般人都免不了啊，只有一些一生存善心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临命终时走得很安详，走得好。这些人决定不堕恶道啊！临终的时候走得不好，很苦，都是去三恶道去了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劝大家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
是好，真正能够力行是好，是好人在念佛求生净土，有把握往生啊！没有这个是好，没把握。啊，这一天24小时，如果认真反省，我今天这一天24小时当中，我多少时候有好心，说好话的，行好事的。啊，有多少时间？几个小时？几分钟？我做的跟这个相反，起心动念不善，言语不善，容易得罪人。啊，行为不善，造的不善业。常常用四好来检点的，啊，是不是个好人？啊，好人再加上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更好了。啊，走的时候欢欢喜喜。自在往生了，啊，是事故与善知识，法大勇猛，心心相续，十念即是正上善根，变得往生。啊，念佛不多啊，这讲临命终是最后遇到善知识，真的念了十句阿弥陀佛，他往生了。啊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最近我听说，潮州谢总的父亲往生。就是属于这一类。临终的时候，儿子在劝他，佛经上说，佛说，佛祖说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？他点头。有阿弥陀佛，相不相信？点头。好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跟着我念。啊，念了不到一个小时，我死了。肯定我死了。啊，一生不信佛，他也不反对佛，这家人学佛他也不反对，他自己不相信，也不念佛，临终的时候。最后的断气之前的一个小时，儿子劝他，他点头接受了。啊，真的十年往生。经论上的话不骗人呐。啊。这个地方所讲的，有如有人对敌破阵，这是举古人战争啊，在对敌破阵的时候，一心之力，一时尽用啊，
啊，这是拼命啊，你死我活啊，啊，所以功夫能量都用尽了，一时用尽，其生念之善呢，也如是也。临命中是最后的生念，就像是战争在战场上一样。全心全力，没有丝毫疑惑。啊，这桩事情最好是能够在平常就养成，真有把握。临走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又有人是临终生念为轻易，乃你临终放肆修念啊，这就是确实有不少人听到经上讲的临终生念这么容易，他就想到平常何必用功呢，到临终时候还来得及，还不晚呢啊，所以就想到跟临终生念的人一样，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，不是健康的想法。为什么？那个临终生念往生的人，他的缘殊胜呢，他在临终的时候断气一两个小时之前遇到善友，你能不能遇到？善友在这个时候劝导他，能不能完全接受？这都是问题啊。如果没有善友，你落空了。你这一生空过了。啊，如果遇到有善友，你这个时候人迷惑，迷惑的多啊，神志不清，劝你你没有反应，也完了。要神志清楚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不模糊啊，跟着善友一起念，行，这都不是简单事情。人就怕侥幸，一侥幸往往就错了，失误了，机会不容易遇到。经上所讲的这些缘分都是无量界的善根，得诸佛菩萨的加持，生生世世不知道经历多少事，这一生才圆满。啊，诸佛菩萨的加持他真的得到了，加上了，才有这样的瑞相啊！有一个关节出了问题，还要等下一次吧。下一次又是无量劫，
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啊！安乐集里面破这种想法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生念相续，似若不难，看起来好像不难，然诸凡夫心如野马，设居猿猴，驰骋六尘，何曾停息？这是警告我们，哪一个不如是？啊，凡夫起心动念，那个妄想杂念之多，无法形容啊！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啊！啊，你不相信，你在实际坐在这里，想静一分钟，一分钟时间不长，你细心观察。这一分当中起多少个妄念？啊，这就是心如野马。识是讲第六意识，意识具是甚于，超过啊，猿猴啊。猴子在树上一秒钟都不停的，啊，到处跳啊，跟野马跟猿猴一样，没有停息的时候啊，那是我们这第六意识，我们的念头杂念妄想，再就是驰骋六尘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跟外头接触，里面是念头。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，没有停息的时候，这凡夫啊，是过虚依法行行，这劝导每个人呢应该要发信心的，要发信，信佛，信经典，信祖师大德的教诲，啊，欲知可念，欲先自己要克服自己的念头。这叫真用功。实际上真用功并不是在早课念几部经，念几万声佛号，这都是平时 练功的。真正修行，真正练功夫是在六尘境界上啊，无眼见色，看得清楚，那是什么？智慧现前，自性般若智慧现前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这叫修行的。自己心里头阿弥陀佛，一生一生不间断，没有受到外面境界干扰，这叫功夫。
这些念佛有功夫啊。现在干扰最多的是你无法摆脱的是什么？手机，你带在身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在这念佛，他铃一响，你一惊慌，佛号没有了，烦恼现前了。那这不是个好东西啊！所以修仙人为什么要住阿难若？阿难若是佛家的名词，意思是极静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，住在山上，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打个小茅棚啊，在那边清修，好安静呢。啊，小路走路都不方便，住这个地方干什么？远离人群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古时候，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要通过这一关，住山，住小茅棚。有些人住一辈子，啊，在寺庙的附近，大概走路半个小时，找块地方盖小茅棚。啊，为什么？生活必须要的东西，有寺庙供给。啊，他每天都吃一餐，一餐也要吃，也要烧火，也要煮饭。啊，通通自己干。啊，菜有时候可以自己种一点。啊，那油盐酱醋这些都是常住供给。啊，供给茅棚，一个茅棚一份。到时候自己拿去。啊，有很多是一个星期来一次，三天来一次。啊，修什么？就是远离六尘呐。啊，不能远离六尘，清净心很难成就。先不清净，后头就不要说了，没份了。啊，所以要预先自己克服自己的妄念，积习成性，养成习惯，善根坚固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被六尘境界所干扰，不被它影响，这叫功夫，这叫定。啊，眼在色相上，不被色相所干扰了，眼在色上入定。见色闻声念佛人全是佛号一片，没有其他妄念。我们看下文，这都是安乐席上的话。如佛告大王，人即善行，似无我念，如数先前，倒闭随去，
啊，这就举个例子。啊，人一生修四好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他的心清净，他走的时候一定很自在啊，学佛念佛决定往生，不求往生的也升天啊，他会走得很安详啊，他没有恶念，比如树先前是倒在一边啊，他倒下来的一定是跟着这边倒的啊，行善的人善缘成就，小善人天福报，大善在四禅天啊，所以下面就说到临终的时候，若风道一至，百苦凑身；若习心不在怀，念何可办？这就真的问题来了。风道一至，就是死的时候到了。啊，风道是比喻，死苦。人在这个时候，神识脱离自己的身体，非常痛苦，百苦凑身。如果不是预先把这个事情准备好做好，到这个时候想念佛念不上，他太苦了，他太痛苦了，他没法子念的啊，就帮他助念，他也没有办法跟着你念，他太痛苦了，他念不下去了，这就可惜了。怎么办？说皈依，同治三物，欲戒言要，临命终时，地相开晓，微称弥陀名号，愿生安乐国，生生相似。时辰时念，这就是什么？作念。这个人需要作念，没有作念，他走的很痛苦，佛号提不起来，随着痛苦去了，随着痛苦去，都是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那真叫可怜了、啊。所以应该找志同道合的佛友，找个三五个啊，预先就越好，哪一个人临命终时，这些道友们来助念啊，临终助念啊，地相开晓啊，临终的时候这些道友们提醒他，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一句话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
你跟他去，不是阿弥陀佛不能跟他走。这一句话最重要。啊，冤亲债主可以现佛的身像来诱惑，但是决定不敢现本尊。我们念佛求生，阿弥陀佛是本尊，观音实质是本尊，就是西方三圣啊，临终看到西方三圣都可以跟他去，不是西方三圣啊，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不能跟他去，文殊菩萨来接引不能跟他去，为什么？假的啊，妖魔鬼怪会现这种相啊，现这些相护法神不干涉的，现本尊不行，护法神干涉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他未称弥陀名号，劝他愿生安乐国，生生相持，时称生念啊，带着他念，带着他念佛，带着他发愿啊，求生净土。譬如那因因地应坏文成啊，那因因在泥上做瓦当的啊，泥印印坏了啊，拉印坏了，完成了啊，印坏完成，此命断食，即是生安乐国时，一入正定居，便获所有闻。过矣，量此大利，何不欲克念也？啊，这样临终有大利益啊，等于说是保驾护航，送他往生啊，这些经典上都有，祖师大德提供的资料很多，要多看，要熟看，到临终送往生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模糊啊，如理如法，往生的人得大利益啊。现在有很多往生不如法啊，那我们听到了看到了也不好讲话，讲话得罪人啊！现在人自作主张的很多，听别人意见的人不多，所以很难啊。那么自己在平时做准备，这最稳当的事情啊，我们自己不必求别人，依靠别人啊，自己就能做主，这个好啊。经要读，经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经劝导我们极乐世界比我们这里环境好，好太多了，两个一比较，你就会舍此生彼，我移民到那边过去啊，而且真能去得了，不是假的啊。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少啊，这一些记录的文字可以多看，增长我们的信心啊，增长我们的愿心，
信愿坚固，必定得生。啊，念佛功夫浅深，那个不是很重要的，往生最重要。啊，就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了不起，也是一生成佛。啊，希望我们大家记住，要把握光阴，分秒必争，人命在呼吸间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